第六题，下列何者是省时费力的简单机械？A. 开瓶器，开瓶器是一个支点在中间的杠杆，这不一定省力或费力，要看谁的力臂比较大。那么开瓶器呢，是势力比较大，所以它是一个省力的工具。或者我们可以这样想象，因为瓶子很难开，很费力开，所以我们要就找到一个省力的工具帮我们打开。所以开瓶器应该是一个省力费时的工具。选项 A 是错的。那么 B 螺丝起子，螺丝起子是一个轮轴，势力在轮上的轮轴，势力在轮上的轮轴也是一个省力费时的工具。所以选项 B 呢是错的。选项 C 筷子。筷子这个是一个所谓的杠杆，它是施力点在中间的杠杆，所以它是一个费力呢，但是会省时的工具，所以呢，选项 C 呢是对的。大型订珠机也是一个杠杆，不过它是一个抗力在中间的杠杆，所以它抗力在中间，所以它一定是一个省力的工具，省力呢就会费时，所以呢，选项 D 呢也是错的。所以我们省时费力的工具呢，就是我们的 C 筷子。第六题问我们说，下列何者是省时费力的简单机械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C 筷子。